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吃饭的桌子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吃饭，准备东西在这里吃。如果是阳光下面也可以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刚才煮了鸡蛋，我们现在来煮方便面。方便面是这个 Noodle Soup Beef Flavor， 是牛肉味的，可以。有的朋友就了解，我说怎么在外面生存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。你看这边是鸡蛋，我们买的鸡蛋已经煮熟了，煮熟的放到这里面，煮熟的新鲜出炉的，有点烫。这是有两个这种生的，我们现在拿我们的水壶，这边是可以有水的，可以供应水的。然后小松鼠也过来了，小松鼠感觉到，小松鼠要准备过来吃东西了。小松鼠真好奇，就是它身上有斑点，所以大家不是那么说特别害怕。然后这浇水，浇上水。水不太够啊，我们还需要去打水呢。这先煮上吧。这是有四个插座，可以充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再去打点水。水不够，水有点少。但是首先是它可以，现在可以煮了，可以煮了，在这边。然后我们给这花生拿好，准备走。小朋友，再去打点水吧。这边是小卖部，然后这下面是海滩，海滩这上面有租这个皮艇的，有租这个摩托艇的，大家可以在这地方比较悠闲。这是小卖部，可以在这喝咖啡啊，买的东西吃啊。这是骑自行车的也是比较多，然后来到这边。这边是可以打水的，打水的。然后他说，水的话要等一下，不是那么快。准备接住啊。水进来，完了。好的，这地方就可以打水了。现在是两个手，需要两个手，一个手不行啊。这边下面是从这个可以下车下来，然后可以滑到这个水里面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